你们喜欢吃在家里自己煮的螺蛳粉还是在外面吃的？我发现在家里煮螺蛳粉也好好吃哦，会更臭一点。我今天这餐吃了，我这房间起码要三天味道才散得下去。那帽子显得我脸好大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果。今天依旧是宅家的一期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慢条斯理的讲话，绝对不能再嘴瓢。然后为了做今天。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，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，我害怕欺骗，也害怕欺骗。我十个手指头都沾了这个味道，我的妈呀，我先把辣油放上去吧。他写了一个魔鬼变态辣，变态辣浴巾，一滴也不浪费。救我救我救我，哇，痛苦面具说哦，腐竹快乐，这包是腐竹加花生。哦，满当当的。我今天要了这个是加辣加臭加料的。我感觉这个量有点。我今天夹了一个超大版的煎蛋，这个是名副其实比我的脸还大了。自己在家做的螺蛳粉为什么那么臭啊，就臭破天际的那种，臭不臭？来，你要不要吃颗螺蛳粉尝一尝？闻一下，来闻一下啊。哇，好好吃啊，加臭的也太好吃了，哇，我的妈呀，这边的腐竹必须拿勺子吃啊。好吃吗？我来把我的煎蛋放进去，这跟张大饼一样，这么大一张，我的碗都有点铺下了。这个蛋泡在里面，把上面的辣油全部都吸进去了。你以为今天会没有肉吗？今天我要了一根超级大的香肠，没有肉是不行的，太难弄开了。配上我这个超大的肠，蒜味的 ，I like。你们想得出来这是什么味道吗？它这个有点像平时是在店里吃的特辣的螺蛳粉的好朋友，可乐。接下去把我的煎蛋吃了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我放了三个蛋进去，太绝了。最近疫情大家都在关在家里干嘛，我每天都在家里，无非就是看看书嘛，考一下情操，写写字儿，听听音乐。好好吃啊。超级不雅，乖，慢点，坐好。坐坐坐。又不嚼。哎，你们喜欢吃在家里自己煮的螺蛳粉还是在外面吃的？我发现在家里煮螺蛳粉好好吃哦，会更臭一点。我今天这餐吃了，我这房间起码要三天味道才散得下去。好辣呀！哎呀，这个肠，感觉这个没几口就没了，剩下有点少。我粉都吃完了，料还有这么大一堆怎么办？满满都是料，没有粉了。哎呀，加了一份泡面，呜，这样才对嘛，是不是啊，妹妹？我怎么觉得方便面看起来比螺蛳粉还香啊？
我应该煮两包的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妈妈妈妈咪，为什么市面上没有螺蛳方便面这个东西呢？这一口我得多加一点腐竹上去，方便面的最后一口。友子们，朋友们，相信我，下次煮螺蛳粉的时候一定要放一包泡面进去，方便面比螺蛳粉好吃。还有口汤，我嘴巴都被辣肿了。喂，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对自己说，把里面的底要捞一捞吃了。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大家比较爱吃螺蛳粉里面的酸笋还是那个腐竹？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，时光荏苒我的执着，挥霍我所有勇敢的心。讲真的，这是我吃过最辣的螺蛳粉，我在店里都没有吃过这么辣的，直接辣上云霄。哎呦停不下来。再见吧我最爱的人，出去尝怀疑吧。真的好辣啊。再见吧我无知的青春，收起我那么多的风。这个肠好结实哦，里面的肉好紧哦。就当那过去都是假的。闷仔来说拜拜了，起来，来坐好，来给手，拜拜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吃完小果的一定要给孩子点个赞哦，拜拜。嗯，拜。